积极推动老屋重建，要落实居住正义，但看在都更户眼里，却变成噩梦一场。台北市民投诉2000年参加都更，花了16年达成共识，因为市府打输行政官司，导致多数地主无家可归。柯文哲的都更的速度，台北市50万户老旧公寓要都更要7000年。工人忙进忙出，赶着整地施工。台北市金华区的都更建地中，竟然卡了一栋钉子户，景象看了触目惊心。94年2月的时候，李干事来我们家修摩托车，他说啊，恭喜哦，你们家要改建了。我就很讶异，到底建商是谁？我们都不知道，就是啊，这样就要改建了，都不用经过我们同意。彭先生居住的房子屋龄超过50年，老旧的外表和附近大楼形成强烈对比，就连最基本的进出大门都因为施工成了问题。大家都在跟建商签私契约，这个等于是狠狠打了政府一巴掌，就是你给建商来做的都更的权利变化，全部都是假的。政府应该强力出面哈，来主导这件事情，我们小老百姓才可以有信赖，才有依赖啊。彭先生是多数人的梦魇，但和其他人一样，只是想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家。现在又爆出立法院长苏嘉全不想排定老屋重建条例，就连总统指示至少复委审查，苏嘉全都不同意。幕僚也落下狠话，要院长自己去跟总统交代。看来老屋要重修是雪上加霜。容积本来该放宽啊。台北市没有土地的，寸土寸金。你把都更拆掉以后，就是土地就出来了。这样土地税、房屋税的高涨，所以变成原来的住户他收入没有变的情况下，他负担更多的一些这些税负。老屋重建又变政治斗争，如果不全盘重整、仓促闯关，恐怕又让社会更加动荡不安。东森财经新闻陈和平、刘子腾台北报道。